钟欣怡，李晨，还有沈世鹏。刚好啦，那个欣怡的演技就是可以慢慢往很成熟韵味的女生，哎，因为她以前让人家感觉比较像小女孩，对对，长大了，另外一个阶段了啦，已经转女人，亲手女人，还有我们世鹏哥真的是演技真的一流了啦，真的没有没有，是我要求来上这个演技大考验，这个自己，对对，我看你每个人比我还会演，挑战一下，马上来进行我们的演技大考验。奖励非常特别哦，酸酸甜甜的樱桃果酱整个包覆，搭配雪白甜蜜的奶油和巧克力，外表装饰着可爱的蝴蝶，还有各式各样的新鲜水果，特别营造出大自然清新的气息，让人不吃都难呐！快快来演技大考验，难得你来考验！第一题的题目，谁吃到超辣的馒头夹蛋？超辣的馒头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桌上有馒头夹蛋，加上我们的超级辣椒，天作之合。彤彤帮他加，彤彤不要给他客气，给他难看。对嘛？对，铺平耶。彤彤加多一点，辣椒好，对味好。这个辣椒厉害了，世鹏哥，特调的。我可以试一下，我可以试一下那辣椒吗？你现在马上就可以试了。在干嘛？世鹏哥，其实你不用客气，你可以。我们其实我们有朋自演出来，最好现在是我们吃哦。今天有朋自演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可免俗的。哥，不要说我对你不好。对你不好。你哪里来的？你来宾嘛？不是有谁来宾啊？还来热的？来点辣的来，可以。其实它是真的很辣的，好吧？那世鹏哥有试了一下，现在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情境剧。元浩是个馒头店的老板，每天揉面团，为的就是要做吃好吃的馒头。这馒头店里面的秘诀就是它是功夫馒头。哇，真的有功夫啊！给鬼给拐啊，你看。但是为了测试我的功夫底子，我今天要使用出一招即将失传非常厉害的功夫，就是隔山打牛。哇，我不信，我也不信，我从小学武学到今嘛，今嘛，我从来没听过什么隔山打牛的，我来试试看你的隔山打牛。但是不行，因为我们前面没有隔人吧？对，隔一个人打后面的，打你，但痛不在你，到后面那个人。哎，我又不是牛，来者是客。来啊，你打！现在两个人就可以隔山打牛。哎，你这样贴这么近，你觉得我怪怪的？真的吗？对啊，好，再野一点哦。气运丹田，哈！隔山打牛失传已久，功夫馒头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？你不是说后面的痛？你有痛吗？为什么是我痛？再给我十几秒。不要，我在后面，没关系，这次我痛，这次我痛，没关系，我牺牲。如果他真的要赏我这一拳，你就给他机会，真的吗？失传已久的隔山打牛又要再次的运气了。加油，元浩！气运丹田。世鹏哥，你的东西掉了。哎哎。哦，捡回来啊！谢谢你帮我捡回来。来啊，来啊，来！哎，峰哥已经打完了，打完了。偷看一下你的辣味。哎，安哲，安哲，你还活着吗？起来了，起来了！哎，你好重啊！这叫做失传的隔山打牛。哇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！好，武功大师练完了武功之后，觉得肚子饿了起来，准备来试试他的超级超辣馒头夹蛋。大口一点，大口一点，没看到。天哪！好辣！紧接着歌手篇，林道远是一个很爱唱歌的歌手。永远不回头，不管路有多高，也不愿和寂寞感动。
反效果哎！我是卖馒头老板，听说你唱歌唱到肚子饿，想跟我买颗馒头？哎，你是不是身上没带钱？你怎么都知道？我看一下，你是不是要唱一首歌来跟我换馒头吃啊？是，我就是要唱一首歌来卖馒，跟你买馒头吃。OK， 你唱一首看好不好听？是元昊超辣馒头加蛋，你卖的时候没有讲啊，你唱的时候也没说啊。这位超级歌手有没有吃到超辣的馒头加蛋呢？紧接着来到了辣妹篇，大家看过来看过来，这边卖超辣馒头加蛋，还有请超辣馒头辣妹来为我们卖馒头。我的馒头辣妹再试吃一口给你们看，哇哦，哎呦，我们可以从他表情看到，哎呦 ，My God， 哎呦，性感可爱的钟欣怡是否真的有吃到像他这么过辣的超辣馒头夹蛋呢？我的馒头辣妹再试吃一口给你们看，哇哦，哎呦，我们可以从他表情看到，哎呦 ，My God， 哎呦，请不要这样，七点半的节目，请不要这样，哎呀，这样很多阿伯伯看得不行啊，哎呦，哇哦，这个蛋的香气。加上我们老板那么帅，这个馒头揉的这么样的柔软，这样子 mix 在一起，果真是一绝啊！哎呀，我要吃，我要吃！是的，馒头辣妹有没有吃到超辣的馒头夹蛋呢？统统队，请派代表作答。好难猜哦！我选二号。那个钟欣怡在表演的时候，她偷偷在旁边喝了一口水。你们都只会看辣妹啊！现在出来走秀，我连馒头都没看一眼。喂，大家都对辣妹，他们在卖的馒头。哎，你们两个往前踏一步是？志文哥，中出我来。你们两个中出，我不相信，这绝对不是。喂，我看一下，志文哥啊，老夫在现场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要帮助朋友，你知道吗？完成朋友的心愿。说，你只看一下。对，我只看一下。只看哦。还是我要再吃一口？哎呀，这根本不是，不会很辣。真的给我吃吗？真的给你吃啊！哇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但是我要吃那个位置。哪个位置？不辣，不辣，不是辣。好，元昊。啊，元昊的危险。应该元昊的耶。哎呦，哎呦，那就统统你来吃啊。哥哥，我要恐龙让梨呀。恐龙让梨就是馒头，好不好？我还司马光打破水缸嘞。我有大口，我怎么吃那么大口？太大了，你辛苦了。气运丹田，快点，我把你的气。不辣。你刚才讲出来二号是辣椒的味道，喷火了。我才二号，真的吗？耳朵都红了。不辣，不辣，
一定要这么硬。空调没开哦。开最大了，你开最大了，好不好？元昊是真正最辣的馒头夹蛋，辣不辣？不辣，以后不上这个节目了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的正确解答呢，就是我们的一号姚元昊吃到了超辣的馒头夹蛋。统统队猜的是二号，所以猜错，恭喜元昊队得到一个胜利牌。紧接着，我们马上进入演技大考验第一回合第二题哦。两队，请听清楚了。紧接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谁没有再串珠珠？哎呦，没有，这个很难哎。我手上有一串，这个很难猜啦。哎，这个洞有点小哎，老人家你可以吗？不要抖啊，你手不要抖。哎呦，好，没办法，没有。哎呦，哎呦，可我发现这个珠珠啊，好像蛮大的，但是它的那个穿珠珠的洞比较小一点点。对。好吧，所以呢，其实需要聚精会神，双手并用，应该蛮好找到破绽，好不好？好，马上进入情境剧。姚元昊是一个专业的演员，无时无刻他都在练习自己的演技，譬如型男、丑男、宅男、美花男、美花男。不是哦，再来啊！丑男，丑男哎，对，丑男。好，今天他要穿珠珠给他的女朋友。珠珠，马上穿珠珠的时候，他喜怒哀乐开始爆发了。喜，要穿哦，要穿哦，边穿边做。乐。喜，要穿。怒，喜，怒，乐，喜。丑男，丑男。喂，你不要一直指着你啦！演员姚元昊到底有没有在穿珠珠呢？紧接着来到了女神篇，周星怡是新一代的宅男女神。身为宅男女神，她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音乐？哦，今天宅男女神，她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来穿珠珠，串很大，哎呦，都融化了嘛，哎呦，全身都软了，真的啊。宅男女神周星怡到底有没有在穿珠珠呢？天哪！好，紧接着来到三号林道远，林道远是一只猪，今天要来穿珠珠，猪主要穿猪还是猪穿猪主？请看林道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只猪，我最喜欢顺口溜了，我唱给你听哦。我是一只小猪猪，最喜欢来穿珠珠。我是一只小猪猪，串了44颗猪，到底是猪猪来串猪猪，还是猪猪串小猪猪？哎呦哎呦，到底是猪猪串小猪猪，还是小猪猪串猪猪呢？练完了顺口溜的猪猪，他开始串猪猪。你的鼻子好灵活。哎呦，小猪主林道远到底有没有在串猪主呢？请派代表作答。看女神，女神，女神没有，谁没有在串猪猪哦？没有在串哦。谁没有在串猪主哦？女神啊，女神啊，不管是有没有串，我们都选女神。谢谢主人，谢谢。我们来现在看一号元昊有没有在串猪猪呢？一二三。他穿的还蛮多的，对啊，穿的很认真。这真的不是之前就穿好的哦，对，刚穿的啊。他找到他第二个职业，不是，其实我的手工都很在行，不错，好不好？女神，你们猜的是他没有在穿珠珠，对啊，珠珠有在穿珠珠，我们来看看珠珠到底有没有在穿珠珠，一二三。
在穿猪猪，所以我们二号钟欣怡她是有在穿的，请看钟欣怡。我们的正确解答是我们的三号林道远他没有穿猪猪，所以我们的统统队他答错，恭喜我们一号队再得到一个胜利牌，这是捅上一把刀啊！加油，马上攻守交换。紧接着这一题是谁喝到超酸的葡萄柚汁？葡萄柚，超酸葡萄柚。吹气听恁话就好啊！哇，喝的头发都黑了。哦，好酸哦，在酸你的牙齿那样子哦。各位，谁喝到超酸的葡萄柚汁，马上进入情境剧哦耶！许仙是一个非常非常爱老婆的新好男人，今天老婆嚷嚷着要喝新鲜的葡萄柚汁，所以他决定要出门去采买。No problem， 老公现在就去买，你乖乖等我回来哦。为了亲爱的老婆，要吻别吻别。许仙马上离开了家门，去买老牌指定的新冰牌超酸葡萄柚汁。喂，你爬上去啊！我是翻山越岭，好不好？翻山越岭。残脸啊！闭嘴。世鹏哥，不好意思，你演的是许仙，并不是廖天弼。他不是，他演的是安姑。台湾演的是许仙哦。对对对，能不能放《倩女幽魂》？郑老师，我们只有这个音乐。为什么我老婆每次一定要指定喝这个什么什么金冰牌超酸葡萄柚汁？跟今天的教练试试看。喝了一口超酸葡萄柚汁的许仙，现在心中百感交集，忍不住对心肝。到底许仙有没有喝到超酸的葡萄柚汁呢？紧接着，统统就是化身为人类的青蛇小青，因为爱慕许仙许久，所以假扮成白蛇白素贞。白蛇，他应该不知道我是青蛇。很奇怪，他出去这么久，怎么还没回来呢？老婆，老婆，哎，老婆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好远哦！真的？对呀，还缺货哎，缺货，是假的。那你有买到我最爱的新冰牌超酸葡萄柚汁吗？买回来了，你请用。好，我现在喝。怎么样？酸葡萄柚汁的统统即将大突破大变身，保证让你大吃一惊哦！买回来了，你请用。好，我先喝。怎么样？不太一样。我头好晕啊！怎么了，老婆？怎么了？啊，你喝错了，你喝到我买回来要除虫用的凶黄酒。说你就啊，噔噔。你赶快，你赶快吹笛子，吹笛子它就会动了。我变成蛇了吗？你赶快喂我超酸葡萄柚汁，快一点喂我！我喂你了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你一直在吐舌头？我是素贞啊。素贞，我还在吐舌头吗？素兰，快喂我喝超酸柠檬柚。葡萄柚汁，舌头拿出来。快喝，快喝！是的，一直吐舌头的小心，赶快喝下超酸的葡萄柚汁。好了没？喝完之后，他不再吐舌头了。到底小心有没有喝到超酸的葡萄柚汁呢？紧接着，艾辰就是苦追白蛇多年的和尚法海。我就是人见人爱，
车见车战，法力足以惊天地、泣鬼神的法海大师。要抓这只白蛇，已经用了我20年的时间。今天终于让我知道，它就埋伏在附近。白蛇，白蛇，白蛇，白蛇就是你。白蛇是我吗？往哪走？我今天就要收拾你。对啊，我就扮成白蛇，我就青蛇。你化成灰，我当然等你。我是大师，请不要侮辱我。对不起，消灭你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不可以当下留人啊！我有怀孕啊！啊，这么容易就怀孕了？听说你是第一个知道这个事情的人，所以我要请你喝超酸葡萄柚子当做奖励。那你喝了要保护保守秘密。是的，现在白蛇怀孕的份上，法海决定要跟她和平相处。想一想之后，他决定再喝一口超酸葡萄柚子。哎，神经病啊！喝嘛！你是法海，我是法海大师。是的，法海和尚到底有没有喝到超酸的葡萄柚子呢？元昊队，请派代表作答。这不仅是法海，他在喝下去那一刹那，他并没有什么表情，之后才做。好，所以你觉得是？是鹏，好，是鹏哥。一号。一号是鹏哥，我美女选，拉个票，喝一口嘛，给你个机会嘛。葡萄柚本来就一定带酸，但它有到超酸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二选一，二选一。哦，一号是鹏哥，你们放错了，你们谁？你的脸怎么破？谢你的抬举哦，我不是戏演的好，我本来以为不会给我喝哎，真的是好酸。我们的正确解答就是我们的一号是鹏哥喝到超酸的葡萄柚汁，元昊队猜的也是一号，再得到一个胜利牌，谢谢啦！在这边恭喜元昊队以3-0成为我们今天的演技大赢家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好，两队请到前面来。马上来上我们的奖励喽！哎呀，太漂亮了！翩翩飞舞樱桃甜心，哎呦，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造型呢是粉红色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把它切开来看看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哇哇哇！还有蝴蝶，上面还有做蝴蝶，好可爱！哇哦，整口！哎呦，它里面完全都是樱桃的香气啊！好想吃哦！我没想吃，我想吃这个蝴蝶。怎么样？口感怎么样？不只是元昊讲，就是它整个果酱是很樱桃，是很新鲜的味道，还有它的那个蛋糕是做的很绵密的，太好吃了！太领导员，来来来来来，领导员，你好饿。新鲜一条，而且是有点微酸的，比较偏酸一点点，然后再加上它的刚好甜甜的果酱抹在外面，其实刚好是综合了它的味道，所以说非常不会说非常的甜，然后刚好综合的味道，整个嘴巴都是樱桃的香味。恭喜我们的元昊队！记得呢，周一至周五晚上7:30一定要锁定我们好看的《新兵进行曲》。